星期六的法拉盛，前面呢还是云顶，云顶啊，这里很堵了。尤其是周六，堵得不得了的。多么愉快！了解真相啊，自己看真相。太多人了吧，这里头。是的，水泄不通啊。哇，你看，那么多人。太吓人了。今天天气好啊，我都穿短袖了。跑出来比较好，堵得都不像样。哎呀，都是脑袋瓜。哇，搞什么？哦，在这对面，对面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吃上福州餐，因为他们人很多的。刚才去过厕所了，现在到对面去吃东西。还是规矩一点吧，到下面去过马路。这里也有歌星啊。这里不能摆东西啊，是谁放的这个？这个什么？雪橇桶啊。螃蟹哥，九个十块来妹妹。哎，螃蟹哥跑来这里了。
看看有没有位置坐啊。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坐。没有这椅子。36号。哦，它也是一分分交的。你要什么肉？3块钱这里看。真的很忙啊。37号，点到个金包。37号。哇，太多好吃的，没有我想要的牛杂米粉，那我还是到探头去吧。里面多不多人啊？探头王记。探头王记也吃不了，太多人了。看看这个。这边过去那边有两家小店，看看能不能有的吃。哇，今天人真的多了，这里还卖锅，这里是 Q58。
啊，这里没人，是牛杂面。这个太甜了。哦，皮太甜了。对，皮太甜了。你要什么？来个牛杂米粉。牛杂米粉带走这里吃。这里吃。没有了，8块钱。这边，那我右边大哥来了。牛杂米粉要8块钱，这里比探头贵。可能价格偏贵嘛，这里没有客人。牛杂米粉探头黄鸡也6.5块吧，他要8块钱，所以不用排队了这里。你看，还是打包回去吧。这家不知道卖什么，很好生意的。这家很多好吃的。坐好走了。哇，这黄金商场人可真多啊。太多人了，好了，到车里面去吃吧。今天这里晒呀，所以没什么人在这里坐，只有一个唱歌的。现在不到车里面去，到那个新世界美食城里面去，那边有位坐。哎，还在唱歌。现在过马路基本上都没有看灯，没车就过了。叫什么？为什么没开啊？奇怪了。
你这个养老的，这个养老的呀，我的，他身体虚虚的样子。这里做做牛羊，就是天天牛。今天干嘛？好几家都没开的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没电了、啊。觉得是什么事情，可能是没电吧。今天新世界美食城很多店都没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魏武而足也没开，还有兰州拉面麻辣烫都没开，还有这家霸福也没开，重庆小面也没开，炸鸡也没开，老鸭粉丝汤也没开，炒鸡饭也没开。管他，我自己吃自己就好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是没电还是什么？有电啊，都开的。人家饭量很多，偏咸，很重的酱油味。汉德黄记呢比较清淡，这家比较浓，比较咸。分量也比较多的。还有牛肉粒的他们。不错。今天星期六啊，新世界美食城大同店啊。麻辣烫也没开。很多老外进来很失望啊。那奇怪啊，有一部分有店啊。老鸭粉丝汤没开，你看。损失惨重啊，后面三家都没开。导致过桥米线多好生意啊。好了，吃饱了走了。摆街啊，基本上这里都满的。哦，前面有。
怪那个君豪楼下没开，原来是停电。大家收看啊。